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圣经精读。我们现在就会介绍出埃及的简介。出埃及记是讲到神的拯救，是具体的最具体的一卷书。这卷书的书名原名叫走出的意思，人类因为堕落的结果是陷在罪里面，成为罪的奴隶。但是神的救赎就是要人类走出罪的枷锁。而这本书的中心信息除了救赎之外，还讲到神的律法、会幕和祭司，是因为神的子民蒙救赎之后就应该明白和遵行救赎者的旨意，向他敬拜并且和他交通，这个就是经上所谓的侍奉了。全书共有40章，书里面提到两个重要的字，就是两个重要的十字，一个就是第7章至第11章的十灾，另一个就是20章的十戒。十灾就原本是对付法老王的，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是对付肉体，同埋咧帶有管教嘅屬靈意義，而十戒原本就係傳俾神嘅選民，咁但係咧對基督徒嘅靈命嚟講咧就係造就自己嘅意思。好啦，我哋見到分為三段，頭一段咧就講到咧民族嘅初期咧同埋預備摩西啦，咁之後咧就講到救贖嘅過程，而喺第三部分咧就係講到咧指示嘅情況嘅，咁而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頭一個講到咧就共430年咧係佔埃及。出埃及記咧 15%， 僅兩個月咧就佔咗出埃及記嘅 30%， 咁然後僅僅十個月咧就佔咗出埃及記嘅 55% 啦。好，咁啊，首先咧我哋會見到有十災啦，咁十災咧就包括有水變血嘅災啦、蛙災、虱子、蒼蠅、瘟疫、起泡嘅瘡、冰雹、蝗蟲、黑暗之災同埋擊殺長子之災。好啦，咁呢度咧亦都有個十災嘅圖喺度啦嚇，呢個圖咧值得參考，大家咧上網都揾到。好啦，咁其實咧仲有第11個災嘅，其實咧就係過紅海咧就係第11個災。咁好啦，咁啊有呢度有十條嘅戒十戒啦，就得十條啦。第一條就係不可拜耶和華以外嘅神，第二條就係不可製造偶像同埋拜偶像，第三條就係不可妄稱耶和華嘅名。第四就是當守安息日為聖日。第五應該尊敬父母、孝敬父母。第六就是不可殺人。第七不可奸人。第八不可偷盜。第九不可作假見證。第十不可貪心。好啦，咁啊首四戒咧就是對神嘅，首咁啊另外嗰六戒咧就是對人嘅。好啦，咁啊呢度暫時咧都唔講住，之後我哋會慢慢同大家解釋嘅。咁我哋見到呢度啦，有講到出埃及嘅內容啦，講到拯救嘅原因啦，拯救者嘅預備啦，拯救嘅過程啦，有往紅海啦，過紅海啦，往西乃山啦，咁喺西乃山嘅時候就賜戒命啦，打碎戒命啦，同埋重賜呢個戒命嘅。咁啊結構咧就係呢個捆，第一部分係捆綁，第二部分咧就係拯救，第三部分咧就係神嘅教育嚟嘅。好啦，咁啊出埃及记，咁啊作者就系摩西啦，地点写嘅时候可能就系西乃山嗰头啦。咁啊全书嘅内容咧就包括四部分，就讲到希伯来族咧就摆脱咗埃及嘅奴役，跟住咧就去西乃山嘅路程。神喺西乃山同佢嘅百姓立约，赐俾佢有伦理啦、民事同埋宗教嘅律法，建造同装置以色列人崇拜嘅场所啦，有订立有关祭司制度同埋崇拜嘅条例嘅。咁啊，呢度有好多內容啦，我都講咗好多次啦。咁呢度亦都主要內容就講到有十災啦、逾越節啦、過紅海啦、十戒啦，然之後咧就有會幕啦，同埋雲彩咧又係遮蔽呢個會幕嘅。好啦，咁OK 呢度啦。點解喺埃及等咗咁耐咧？其中咧就七個荒年，咁啊饑荒，咁啊約瑟嘅時期啦。咁啊之後咧就埃及人咧就苦待希伯來人。因為當時嘅生活舒適，咁啊尼羅河三角洲土地其實係舒服嘅，要離開咧就離唔切，等要迦南人咧惡貫滿盈咧，咁神就等待呢400年。喺埃及生活400年咧，已經變成習慣，雖然咧就被當成免費勞工嚟到壓榨，生活係艱難嘅，咁但係咧就係冇想要咧改變嘅勇氣。好啦，咁當時咧又有老嘅法老羅王啦。又有米利暗啦，又有摩西啦，叶剔罗
咁啊，我哋头先有条片咧就介绍咗，咁呢度唔多讲住啦吓。好，好啦，呢度讲一下啦，米利暗啦吓。咁啊，孩子嘅姐姐咧就对呢个法老嘅女讲：我去喺希伯来人嘅妇人里边咧叫个奶妈嚟为你奶呢个孩子，咁可以啊？咁啊，法老个女咧就话可以。咁啊，童女咧就叫咗个细路嘅阿妈嚟。咁啊，法老个女就对佢讲话：你将呢个孩子抱去，帮我养喂奶，我一定会俾人工你噶。咁妇人咧就抱咗佢个仔咧，就去喂奶。咁啊，仔咧就渐渐成长。妇人咧亦都将佢带到法老个女嗰度，咁就做佢个仔。咁佢就俾个仔嘅起名叫做摩西，意思咧就系从水里边咧拯救上嚟嘅。咁啊，后边有叶剔罗啦。咁啊，叶剔罗之后咧就有摩西个老婆啦，西波拉啦。咁啊，摩西个大仔啦，佢格顺啦，又有摩西个细仔啦，就以利以谢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后来咧就被即系神咧就系即系呼召佢出嚟啦。咁啊，摩西咧就有两个四十年嘅，就有独自牧羊四十年啦，同埋旷野行咗四十年啦。咁啊，有法老王啦，就系拉美西斯二世啦。咁后边咧又有十灾嘅，十灾咧亦都同呢个先知书其实有关嘅。好啦，咁第十灾咧就系击杀长子啦，咁所击打嘅咧其实系针对法老王嘅，咁系针对咧法老嘅态度噶。咁后边咧亦都有讲到逾越节啦，就系有羔羊啦，咁亦都系犹大狮子啦，神嘅羔羊啦，一岁大嘅公羊，咁啊系等于咧一个卅岁嘅人。咁啊，犹太人咧每年都会守逾越节纪念神咧喺嗰晚嘅拯救，因为公羊嘅血咧就蒙到拯救嘅。咁之后我哋再解释啦。好啦，摩西就过红海啦，就喺个电影里边咧都见到啲场面噶啦。咁又有摩西嘅助手户尔啦。好啦，咁啊旷野里边咧每日就经历神嘅同在同埋供应，包括有云柱火柱啦，有啊鹌鹑啦，有云石出水啦，同埋天降玛拿。咁后边咧亦都有利非丁之战嘅。咁另外仲有亞瑪力人啦，咁另外就有以東嘅後裔啦，迦南列國之首啦，與神為敵啦，攻擊神嘅寶座啦。好啦，再後面咧就有山上嘅禱告嚟決定山下嘅德性啦，有約書亞啦，有亞瑪力人啦，咁摩西嘅謀士就係葉剔羅啦。好啦，咁再去啦，咁亦都有講到十戒啦，同埋兩塊石板啦，又講到出埃及记的地标啦，好啦，咁后边有亚伦啦，亚伦点样系做呢个金牛犊啦，神点样对待佢啦，好啊，咁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嘅原因咧，我哋之后都会同大家可能会再讲解嘅，咁可能咧系深受以往即系喺埃及时候所受嘅宗教嘅经验啦吓。好啦，呢度我哋之后会再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好啦，我哋讲呢个出埃及记咧，就简介到呢度先。我哋之后咧，就会慢慢再同大家咧深入咁去探讨里边每一个细节嘅。咁好啦，呢一节到呢一度啦，祝福大家。